美人鱼。哦，他以为你说的是胸部。C442 Bubble Basics。嗨，大家，我是蜜萱，我是杨洋。今天呢，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会员，你说我做。这次呢，我们选到的人呢，是肥子 K。他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想投稿视讯猜猜画画，希望疫情早日退散。真的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在家里，都在远端，然后就蹦出了一些好玩的游戏。我们这次呢，选了两款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同乐的游戏。一个是你画我猜，然后一个是电话接龙游戏。刚刚呢，在我们的 IG 上面已经 PO 了限动，让大家一起来加入了。对，他们已经等很久，因为我刚刚去拉个屎。对，赶快来开始，然后第一个是我，哎，好，好，荧幕都录影，我没有偷看哦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看荧幕，我要很认真的画画。三个字哦，三个字，来，什么？哎，你们这些小嫩逼，我第一个对，你们心灵感应好不好？我画的蛮好的吧？我要呛他们，你们好嫩。我跟你讲，进来的都要被嘴哦。为什么没有人猜到？我猜到了。怎么只有一个人猜到？哎，我猜到不开心吗？不是，你应该要猜到啊！我画这么好。啊，来不及啊！哎，那所以等一下换我吗？好，等一下哦。我要怎么变出啊？我的笔靠腰。不，对不起，骂脏话啊！靠腰啊！等一下，这个出戏我还是不太习惯。哎，谁猜到了？哦，这样哦。超简单的。来，下一位。大家都不讲几个字呢。Oh my god！ 哎，我头好大，好爽哦！哎，你好强哦！你居然猜外星人，但你分数还是最高。你刚刚有被很多人猜到，导游。哦，不会出洋洋啊，对不起。秃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两个字。啊，我不知道。什么都会。羊哈？为什么？哦，羊肉，他画一个太阳，然后下面是一个肉。罗马，加油！一个字哦。咦？为什么大家都猜到了？对啊，为什么大家都猜到了？我好烂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哎呦，我猜不到是什么。嗨，这么简单的东西吗？哦，两个字，还是哦，哦耶，可爱，蛮可爱的。它的嘴巴很像哎。下一个，来来，奶头。啊？哎，太强了吧！耶！哦，猜到了，猜到了，国王，然后给他猜奶头。你真的很过分，他很赞，他很厉害耶。还有红披风哎，哎，换你了哈，奶头哦，还没有，干，我觉得我要被抢走了。三角形的是鱿鱼啊，你是不是画错了呢？乌贼也是啊，耶，后来居上哎我，哎对耶，结束了。等一下不行，我要查一下乌贼长怎样，我就记得乌贼名就长这样。下一轮呢，我们要来玩的游戏叫做电话游戏。嘿，这个游戏用说的说不明白，直接玩一次最清楚。好，来，我们就从标准模式开始咯。你的题目不能告诉我，然后我也不能告诉你。然后右上角这个倒数计时器就是说你还有多少时间，完成的话就可以点旁边那个做了。然后左边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完成题目的已经有五个人了。好。好难哦，就太强了吧！哎，好难！我在画什么鬼？我才不会画这个。哦天哪，对不起。啊，它没了。对，然后你看到下一个的时候，你就要开始输入它这边发生什么事。好难哦。好的。什么东东？OK， 简单，就这样。
好可爱啊、喔、好可怕哦、喔、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来，我出的题目呢是洋洋吃到100分蛤蜊超开心。好的，然后这个人 Yummy 哦，可以可以、欸、可以可以，在大便好吃哈，他在什么啊，没话，这个人这个人没有画画，我怎么变成在吃屎，偷吃的小孩。他说好吃，我说这个很好吃，哎、欸、我这我画的，我说这个很好吃，嘿，男人觉得屎好吃，这哪里像屎，从痒痒变成屎了。下一张 okay, 继续，盲人歌手悬浮，哦哦，眼睛看不到的一个人悬浮、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也说大眼怪开演唱会，大眼怪开演唱会、欸、这画得很好，这个蛮大眼怪的，这画超好的。来，三色豆结神活什 什么，然后你应该就看到这个，对，大眼仔在办演唱会，然后哎呦、好厉害、很厉害，很可爱，是 Q 版的开演唱会，那他就变成开演唱会了，好哦、很赞，很有通道，很有通道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某天星星在街上买菜，我先道歉哈，我先道歉，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，好像拉屎哦，逛动物园，哎，这是我画的，逛动物园，动物园，还有鱼，鱼在这，哦，狮子。狮子，有动物园可能会想到狮子，狮子在草原上啊，好，哇哦，哎，这个你很会用工具，哎，再下一张，哦，我今天出门去买饭，然后遇到有人没带，对，没带，到底是没带什么？是口罩吗？应该是口罩吧，你的口罩嘞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口罩嘞？哦，6月9号，美人鱼，哦，他以为口罩是。胸部，哎、欸，直接歪掉啦！美人鱼，哎、欸，他美人鱼画蛮好的、欸，艾丽儿的头发啊什么的。问号问号问号，看不懂他。他问号谁乱画了吧？洋洋带狗狗出门上，等下那是我吗？那长得像我？不是，我想说加酒花，你可能会想要，嗯，哎、欸，你看人家说仙女，有没有？谢谢啦，谢谢。我没有狗。下一题，从前有三只小猪，这是怎？企鹅是，我也可能会说这是乌龟耶。从前有三只 ，today 三只小猪，这个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他应该不太懂什么意思。对，然后我就乱画了，对，一个人一个童，我说好吧，随便画，然后两个人在同一艘船上共患难，哎，这想象力很丰富。对，两个人同一艘船撞到礁石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是鲨鱼、欸，哦，有鲨鱼在床旁边，我哭烂，因为他还画眼睛的眼泪，哭烂。这应该最后一个了，仓鼠偷珠宝，有这种题目，我从头也没有画到这个啊，我也没画到。好 ，OK， 珠宝看得懂，这个应该是珠宝，仓鼠的手跟它的头离得非常远。嗯，哎、欸，好，这个、哦，然后我看到，哎、欸，狗狗挖到钻石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是 GYM？GYM、欸、GYM 不是健身房吗？对啊。他是要写 GEM， 有可能狗狗在吃钻石，狗狗钻石，狗狗舔钻石，什么东西？狗狗舔钻石，可以，大家画一样了，结束了，可爱。我觉得这个十个人玩有点太多，对，可以少一点。我觉得五个人左右可能差不多，而且我们很多题要嘛吃屎啊，然后要嘛就是猪啊，嗯，就明明不同题目，但他们两个都一直出现。对，如果你是这次有跟我们一起玩的人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嗯，好，谢谢大家这次陪我们玩，然后这两款游戏呢真的非常适合跟朋友们一起玩，你可以开个语音啊，然后互呛啊什么的，对，会超好笑。好笑。那喜欢这影片，记得喜欢。订阅我们频道，没有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希望我们做的事情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希望你发明成为 Facebook。想要支持我们的话，加入频道会员哦。那下次见，拜拜。